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学员登场。你好，三位老师好，大家好。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歌曲？你唱。兄弟，滚！无聊的时候，没吃无聊，不像你那时候在想那时候，到一个地方，在我这个地方无意找到我自己的出路，自己的生路，生路是什么？出路是什么？在无边无际的时候，要自己的心情。每次是孤单，你却离开我的，是不是我都忘记了和你一起的去思考？